那我们来做一个皮肤。看一下怎么固定，这个是我心中投票的，就是我最想要的，最想要的一个，但是它怎么固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头发就是3、4天没洗了，好像3天、2天、3天，对，下午洗完，没事，就说脸皮要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脸皮厚也是人生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。大家觉得自己脸皮厚还是脸皮薄？觉得自己脸皮厚的扣一个厚，觉得自己脸皮薄的扣一个薄。我们来做一个小调查，好吗？来做一个小调查，好吗？觉得自己脸皮厚的，有头皮屑扭呀。证明我是人类，证明我是人类，然后昨天剪了一天的视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今天也又一直在剪视频、传视频，然后就还没来得及洗，然后到开播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超级尬。不行，这还得再往前。那个，我看好多人抠头皮屑，有人要拍卖吗？想要竞拍的扣一下一，扣一下一。今天的产量比较高，应该可以，就是说能供得上。想要竞拍的扣一下一好吗？顺便把出的价钱扣在那个公屏上。就是一片为单位哈，一片的话就是大概有这么大，一片为单位进行拍卖。而且就是说，这个头皮屑，它是我亲自生产的，就是说是原真乳冠名的，就是来自于我身体的，所以说想竞拍的就赶快把那个竞价扣在那个公屏上。不包邮，不包邮。运费的话就是另外的，还有那个报关的关税都是那个竞拍者自己付的。赶快送点灯牌，帮我遮一下头皮屑嘛。谢谢宝宝，谢谢宝宝，太贴心了，就喜欢这样贴心的宝宝。
新皮肤就做好了，快给它取个名字吧。